其实你笑起来挺好看的，那我就笑给你看看。这次宣传片的创意非常非常的好玩，我们有幸请到了我们的安王爷，然后他这次会化身我们神谱团的团长，然后执行一次秘密的任务。第一次发现何盛林老师竟然有导演的天赋。真的吗？好好然后我们的张翰这次也非常非常的配合，第一次跟粉丝进行这么大的尺度的零距离互动。3、2、1，走。还没有，我们第一次。其实以后我觉得这段儿应该可以去拍一些。